失踪九日，王柱去咗边啊？佢亲切悠善、活泼好动嘅形象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可惜佢近嚟频频失约，令到从美国远道而嚟嘅希拉里好失望，又连云南地震救灾会都唔开添。外交部本来话佢寻日会蒲头会见丹麦女首相，仲约咗外国传媒添。不过出现嘅只系副总理王岐山咋。外交部发言人问非所答转移视线，就系话会派国务院领导接见，问到习总系咪受咗伤，就系话回应咗好多次冇补充啊。连外国传媒都不禁要问，呢位王柱究竟去咗边呢？暂时流传嘅就有呢五个版本，信不信由你啦。按照中共官场嘅规矩，领导人曝光系好讲究噶，好似周恩来咁，病重都要喺医院见外宾噶。呢剂习仲多次甩底，官方冇特别嘅解释，真系有问题啦。北京有传十八大接班人有 Plan B， 如果习总接唔到班，总书记个位就由李克强补上，总理就会由王岐山做。但内地传媒又无啦啦炒冷饭，攞翻习总月头最后一次喺中央党校开学礼公开露面嚟讲，仲 post 埋佢嘅演说，可能真系有啲唔妥啊。姑且睇下21号，佢会喺广西南宁嘅东盟博览会出现啊。